可能以后咱俩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单独在一起了。喝杯咖啡都不行？不管是什么事情都不一样，只要他陪在我身边，那就是对我最好的爱了。找机会告诉他你爱他。不可能，人家就快要结婚了，万一他不爱我怎么办？或者是他爱我怎么办？混动敌人来了，五步分钟我如果是他的话早就追求你了。我男朋友你好。你你哪来个男朋友啊？主编，你是要争取自己的幸福吗？不爱不爱就给的，你就嫁给他了。我爱林然，我就要嫁给他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我伴郎。师哥，大家，我跟你聊聊。宝宝马上就回来。宝宝一会就回来。